什么危险？情可以经过多少考验？爱与恨还有多少改变？有没有抓着生存的空间？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好担心。我又不是孩子，担什么心呢？来，进来。有样东西要送给你。啊？怎么想到送我玉镯啊？刚才路过市集，看到了，很喜欢，就买来送你喽。是不是因为那天的事情？当然不是啊，我赢钱了。来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好漂亮，你送的东西我都喜欢。刚才陆丰天来过，他来干嘛？从他言辞当中，我怕他对你不利。你们成天在这站岗守着这两条鱼累不累啊？哎哎，吃一个。哎，吃吃，别客气啊。没意思。你想干什么？师兄，没什么，我想敲这个锣，让那两条鱼出来蹦跶我一会儿。你别吃，少动这里东西。哎，师兄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？这两条鱼多活动一会儿，它又不会死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还敢诅咒？你知道这两条什么鱼吗？如果他们死了，我们两条命都赔不起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师兄，你别生气了，大不了我不敲这个锣就是了嘛。哎，师兄，我看你最近心情好像不太好啊。师兄，谁把你惹成这样的？啊，你告诉我，我替你摆平的。师兄，哎，不会又是年羹尧吧？哎呀，师兄，这冤家宜解不宜结。这样吧，哪天我做东，请你们两个吃顿饭，咱们和解，好不好？啊，就这么定了啊，我走了。再见。
多谢各位的捧场，多谢，多谢，谢谢大家捧场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捧场，哎哎，谢谢。谢谢。看什么看？回去吧。哦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挺大方的。他们也是混口饭吃嘛。哎，对了，巴贝勒府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他们很紧张，在为皇上张罗蟠桃宴的事。那两条鱼你见过没有啊？是不是像传说中那样深具灵性？那两条锦鲤的确很神奇。怪不得皇上视如珍宝。现在不仅七贝勒、八贝勒紧张，全府上下也都小心谨慎，生怕有什么闪失。护臣说的对，的确是人命不如鱼命值钱。你们是不是认识啊？他是谁呀？我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。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他叫香红，他是八爷赐给我的女人。你知道我没办法拒绝。我知道你拒绝不了，可是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不告诉我？哎，来碗粥。秀兰啊，我本来想早点告诉你，可是怕你误会。如果你早点告诉我的话，我怎么会误会你呢？明明知道，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别人骗我。我一直以为你我之间不会有任何秘密，我真的没有想过。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喜欢你啊。他呢？你是不是也一样喜欢他？她只是个可怜的女人。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。她怎么能跟你比嘛？她在我心里一点分量都没有。我每天晚上想尽各种办法和你见面，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的房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在等你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骗你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要相信我。这段时间，我们一直偷偷摸摸的见面，就是为了帮你查探立功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换来的竟然是你的欺骗。香红是八爷派来监视我的，我不但不能够拒绝，还得要跟他虚情假意。我的心情有多难受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真的不会喜欢他吗？八爷对我一直有戒心，陆奉天又嫉妒我，我在八爷府的处境是四面楚歌。我又怎么会迷恋温柔香呢？陆奉天为什么会妒忌你？我想有一半原因也是为了香红。难道他也喜欢香红？从他看香红的眼神看来，我想他早就暗恋香红了。那你在八爷府中还是要多加小心，你们朝夕相处真的不会日久生情吗？你放心吧，我对他只有同情，绝对不会发生你所想象的事情。我曾想，既然对香红无从拒绝，那不如把她变成我们的人，让她的心离开八爷。我接受不了你这种想法。哦，那就当我没说过吧。怎么还没睡啊？你也没睡啊？你有什么话想说，尽管说吧。我不是有意要跟踪你的，只是我有话想对你说，所以才跟着你。你刚才见到的那个女人
是我喜欢的人。你千万别误会，我不想追问什么，你也不必向我解释什么，我真的是无意间看到的，我知道自己的身份。我也想跟你解释清楚。哎，站着干嘛？坐。你的心意我能明白，不过我早已有心爱的女人，我不能辜负她。她见到我会不会让你很难堪？能跟她说的话我都说了。那你觉得她能接受吗？这些你不用担心，这是我跟她之间的事。我明白，我知道我不能跟你心爱的女人争什么，我对现在一切已经很满足了，只希望能够长期的伺候你。别动，房外有人监视我。刺探已被他人发现，果然出事了。来呀来呀来，摆灯笼啊！哎，来呀来。老板，我要这个。好，来这个，哎，谢谢，你看看。谢谢。我已经派广人去金陵查看出现在张伯龙府中的神秘父子。哦，有什么消息吗？前几天收到了飞鸽传书，上面字痕潦草，模糊仓促难辨。鸽子以毛代写，这说明广人已经出事了。难道被张伯龙的人发现了他？我清楚。今天我倒是去了一趟张府，有没有探到什么消息啊？别急，听我慢慢说。张府的厨师跟我有些交情，今早他托人带话给我，说他病了，叫我进张府为他看病。我去了才知道，原来看病的不是他，而是另有其人。只见那人血淋淋挡在草堆上，厨师告诉我他是条汉子，不管怎么严刑拷打都不肯出卖主子。厨师同情他，求我救他一命。
其实我救他也没用，只要还在张府中，他照样被毒打。张伯龙真不是个东西。此人相貌如何？满身血迹也看不清楚，不过应该是30上下吧。右手上有一个胎记。爹，你不是广仁吗？想不到这么快就被人抓到张府。爹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哎，广仁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忠厚老实。这次苦了他了。哥，既然知道他在哪儿，赶快去救啊！对呀，好，今晚就去救他。带他回去。大人，大人，府外大火一灭，无人伤亡。大人，为什么会有人放火？哼，这是调虎离山之计。我们从金陵抓来的人，被他们救走了。大人，这件事情要不要上报？哼，我是户部尚书，出了这样的纰漏，还能让人知道吗？传令下去，日夜加强防守。是，大人。好多了，再调养一段时间就应该差不多了。冯先生，谢谢您又一次救了我。这次救你的可不是我，是林更瑶和小平。谢谢年大哥和小平姑娘。不用客气。好了，广仁，不要客气了，您好好疗伤吧。广仁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我奉老爷之命去金陵调查那父子的身份，到了之后发现他们父子和金陵银庄有关系。我找了门路，进到钱庄当下人，终于在一个晚上。押进京城再做处理。后来我就被他们打昏了，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张伯龙的府地了。我虽然被他们拷打，但是我一个字都没说。我们知道了，我和老爷都相信你，你先好好把伤养好。秀莱，既然已经知道张伯龙跟金陵钱庄有关系，看来要马上告诉四爷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小心看守，不得有误，听明白了吧？
七爷八爷，蚂蚁被妥，现在已经可以启程恢复。七哥，咱先喂喂鱼再说吧。走，来啊，拿鱼食来。是。七爷八爷，鱼食到。七哥，来。先动着。这可怪了，七哥，你杵在这儿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敲锣去啊！炸，八爷。没事儿，两条锦鲤跑哪儿去了？八爷，奴才在此。启禀八位爷，奴才等日以继夜守进鱼池，你寸步不离，鱼不可能不见。可你还是敢顶嘴！蠢东西，还不快去找！如此关键时刻，却出这种事儿了，你说？这条锦鲤应该是在池里的，不可能不在。应该在，可在哪儿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七爷八爷，那对锦鲤确实是被人劫走了。双鱼在本王之手，如要原璧归赵，得拿1000两来赎。若有不允，休怪本王煮了鱼汤灌下肚。海龙王，老爸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岂有此理！这个海龙王是什么人呢？他竟敢如此大胆，太岁也头上动土。属下参见七爷八爷。起来吧。扎。请八爷恕罪。八爷，请容属下带罪追回世鱼。奉天，我限你3日之内寻回那两条失窃的锦鲤，要不然你也别回来了。扎，还不快走。老爸，陆奉天能办到吗？你说这两条锦鲤要找不回来，这楼子就捅大了。七哥，这关键时刻我也不想受到皇阿玛的责罚。不成，我马上回去加派人手全冲去找去。哎，七哥，这你想惊动皇阿玛呀？更瑶，你有什么建议？有把握找回锦鲤吗？属下悉听八爷差遣，为八爷找回锦鲤。好，不管你们谁先找回锦鲤，我一定重重有赏。扎。
秀兰姐，你们研究了一晚上，有没有什么线索呀？那偷鱼贼一定有特异功能，才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将鱼带走。我就不相信一点线索也查不到，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一定能比陆奉天早一步找到锦鲤。风神医，广安的伤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你爹让他暂时到乡下去避一避，等过了风头再说。那就好了。哎，瞧你们一副愁眉苦脸样子，是在为锦鲤失踪一案伤神吧？是啊，莫非你有什么线索吗？线索目前倒还没有，不过我想别人偷得去，我们就能找得回。风神医，难道你已经想到办法了？我没把握，不过我有我的方法。好，那我们分头行事。来来来，走，里面请啊！两座。哎，你们不能上去啊！啊，不能上去，为什么？就是陆大人在上面啊！啊，陆大人在上面。啊，上面啊！师兄，这次皇上的锦鲤要是找不回来，刑部的上上下下都会受到责罚。马上中秋就要到了，如果要是皇上发现锦鲤不见了，那咱们偷碟吃不了，偷着走。那师兄，那现在毫无头绪的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兵法有曰：知此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哼，那年羹尧不是想坐收渔人之利吗？好啊，我就是要让他知道什么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什么？什么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？这太深奥了吧，师兄，这跟抓偷鱼贼有什么关系？好了，你呀，听我的话就是。跟了你这一整天，你不是到衣物摊就是绸缎摊，是不是要给香红做衣服呀？搞什么呢你？二八，整个京城很少有卖这种布的。可它看上去跟普通的布料没有什么不同啊，真的不会渗水吗？你不相信，我可以试给你看嘛。这是波斯特制的布料，它呀透气不透水。怎么样？果然一滴水都没有渗出来，真的很神奇。是啊。普通人呢，很少有买这种布料的。老板娘，向你打听一件事，这京城内有没有专门为动物看病的郎中啊？郎中？哦，你是说的那种专给猫狗看病的那种郎中？那条胡同真有那么一家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怎么会来这里？风神医，怎么这么巧啊？哎，秀兰，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。对了，你们两个人怎么也在这儿？哦，我在等一个老朋友，他大概出诊了，不在铺子里。你的老朋友就住在这里吗？是啊，他叫一刀准，也是一名大夫。
原来一刀准就是这里街坊所说的会阴猫狗的郎中啊。哎，你们不会也是来找他的吧？是啊，听说他不只会阴猫狗，连其他动物也会阴。你们消息还真是灵通，我和一刀准认识20几年了，这里面只知他懂得阴猫狗动物，其实他除了给动物看病以外，也深通针灸麻醉术。哦，看来我们找对人了。风大叔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我也是昨天才想起来的，本来以为这么多年他已经不在了，没想到他这个破铺子竟然还在。一刀准，一刀准。哦，崩一刀。是你、啊，哎，我的两个朋友有事要请教你。哎，好，没问题，走，屋里坐。好。您看，就是这两条锦鲤，你见过他们吗？其中一条我见过，好像就是这条。你在哪里见到的？有一对青年男女带着这条锦鲤上门来求医。这条锦鲤受伤了吗？嗯，鱼鳍附近被刀割伤了一个口子，缝了针之后啊，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这鱼又不是你们的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？你怎么知道鱼不是我们的？哎，这看就知道了嘛。上门求医的那对男女，那女的不停地问，那这鱼会不会死啊？她要不是自己心爱的宠物，她干嘛那么紧张啊？啊？对了，大夫，还记得他们的样子吗？那女的长得清秀可人，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长得挺白净，弯弯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那鼻子长得挺挺的，哎，嘴巴不大。哎，想不到你画工这么好。主要是一刀准，描述的准确。画中人好像在哪见过，好眼熟啊。我也觉得眼熟，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他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分头去找吧。卑职陆奉天叩见七爷。都3天了，那两条锦鲤在哪儿呢？现在海龙王等着要钱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个海龙王竟敢要我们去护城河交钱。七爷，您放心，不管他是龙是虫，卑职一定不负使命，将他人赃并获。最主要的，你得保证那两条锦鲤活着，你别给我捅出什么娄子来啊！属下遵命。先生，武山，你们大家分头埋伏好。看我的暗号行动。是，统领。
江湖好，江湖妙，人在江湖乐逍遥。哎，师兄，这海龙王会不会不来了？不会的，钱在我的手上，除非他不想要。师兄，这狗好像有问题。师兄，你看，赎金扔入河中，收钱自回，放于海龙王上。师兄，你说这个海龙王让我们放1200在河里边，它会不会有诈呀？哎，师兄，那条狗走了。要不这样，我去跟踪它。慢点，可能是调虎离山。我们还是按照他们说的办吧。哎。来，师弟。哎，哎呀，真是！别说这么多了，我们呢还得多注意点。哎。为什么在这里？你不是要抓贼吗？还不快追！
说得很清楚。